据报道，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印度和日本领导人下周将共同召开四方安全对话，对话将涉及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等问题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对此作出回应。中方一贯认为，任何地区合作机制都应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，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互信与合作，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，搞封闭、排他、针对他国的小圈子，违背时代潮流，与地区国家的愿望背道而驰，不得人心，也没有出路。我想强调的是，中国不仅是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，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维护者。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，是地区繁荣发展的福音。有关国家应摒弃过时的零和博弈思维和狭隘的地缘政治概念，正确看待中国发展，尊重地区国家民心，多做有利于促进地区国家团结与合作的事情。